破旧吉耶，他叫破蟾蜍，但是蟾蜍的台语叫啾吉啊。那等一下要硬扛是不是？回合倒数计时，这个出手时机有些糟糕，强行出，没猜对方向。等一下，干他，干他！对手太小看他了。杀小，空档的机会，杀小，不是，你有空位不打，然后你在那边等人来，你才打。杀小，找到空间，好球。不是你刚愣是等到人来了你才打，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三分，啊靠杯，好防，但没办。对手被骗了，晃倒了对手，进攻时间即将结束，大胡子后撤步跳投，勉强三分没进。骗开对手中心，进攻时间即将结束。啊！迅速 step back 出手。三分手感不是很好啊，可不可以有人稍微可以捡个球？哈登迷惑性的运球，破开对手，回合倒数计时。这是到底什么欧拉猪啊？你是 Baba Boy？ 看你这是，远投三分没进，没办法。手感好像不是很顺哦，没猜对方向。哎、欸，我就嘎嘎走，走到有为止。那个是真的有点过分，他就明明在你头上，你该跳要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连我都守不住，我没办法。变向跑开对手，对手空位有。彩衣貌似对面一定没有看小西恩，小西恩现在还有出片吗？我认真疑问。有可以，两分。这里开麦下一波整理不会啦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自己打很烂。我只是他没火锅啦，他这样进我没办法。流量没有吧？我觉得我打很烂哎、欸，我说认真的。中投，剩下就守最后一波，因为我相信欧拉桌上有大绝，我就信他一波啦。我怎么看不懂？这个会基本观念比人家好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队友好菜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那个欧拉猪那个才叫菜到抠脚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有麦迪亚里莫吗？你在那边洗的话，我就死不回答你啊！麦迪有到下水道吗？我觉得他就变成一个正常的陈卡脚。我跟你讲，他还是能可以拿来虐菜啊。被踩没关系，这踩我可以接受。哎，缩圈靠背，好球好球。运球找到空间，等一下哦。没有中投，就是我纯粹用机制去博弈的话，我觉得好像博不太赢他。小六有麦迪都超巨，这么狠的吗？两分，哎，三分出手，强行出手不进，他这么会的吗？对手没被晃倒，丙皇的挡拆，犹豫不突破，接背转身后仰。他那个缩圈，有人说太夸张了哦。我知道他要干嘛，然后一样照样给我打进那球。中位。甩掉就直接来了。你看到阿德巴一直叫我多传球啊，我多运一下就被狗叫啊，那我也没办法、啊。你在晃神是不是，哥哥？刚才 Dark Nose 突然一个晃神的，到底是阿小？三分。有机会再一颗了，但要看，我不想每天气愤人家。啊，开大没有？
跳啊，老哥！三分。下一球没办法，下一球不打。你到底在多传球多什么意思的啦？叫什么啦？看到阿德巴约是 Baba Boy， 怎么办？专程来气愤人的，好妖。这球选择并不好，目前双方都有机会获胜，防守球员盯得很紧。不是、啊，我这喷的合理吧？他妈的，这人就一个 Baba Boy， 他就要弄到自己弄到快输那样子、欸。随便，你打赢就好，你打赢就好。不，我没打错什么吧？强行出手。篮筐挡下了这个进球，倒数计时四。我踩，如果当局还算可以啦。投三分，投起来。可怜呐、啊！当初我跟 AD 六六路单挑的时候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在洗澡，我刚洗完，我就想说我边吹头发边看直播，突然之间就 Q 到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头发都还没吹干的情况之下，突然被叫上去打，那我状态能有多好？我就问你，当天都不是什么借口啊，我可以拒绝啊，不要啊，显得我怯战呐、啊。假装投篮 ，Anthony Davis 空手掩护。先两分，我内裤都还没穿，我就跑过来跟你单挑了。哦，手烂，很棒很棒。出手有点勉强。源头三分，可惜运球没有奏效。后撤步出手，我现在没有那个啦，既然萌芽，那我应该往内线打。篮分压力很大，不是啊，我那根本就不，我老实说那一场我根本不用中投，然后我根本没有带中投套。两分，干他！有点可怕。突破，拉开距离，三分空档，能不能进？没事。三分。有机会了，三分出手。对啊，前人全拔，我那中投进得了才有鬼，好不好？亲子卡能玩吗？可以，而且我觉得他特效超帅，所以玩起来强度不敢讲啊，但帅是肯定帅啊。啊，中锋可以让诺斯冷静很多，真的。啊，啊，这球进。谢谢。带风开顶。进攻时间即将结束。谢谢。CJ 不是很难晃出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是说他帅是帅啊，强度有没有我是不能保证的。有，我觉得我李梦手感慢慢回来了。当然，一方面是我没有遇到老詹呐、啊，一方面也是我没有被那个、啊、两人全防、啊。如果我被两人全防，我推荐我二号会配那个、啊、配 Curry 啊。哦，那我们这个组合也是杠杠的哦。哦，凤山喇叭尖呢、欸？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我的故乡是凤山？啊！没踩到。运球找到空间，空位，先一颗啦。防守球员盯得很紧，大胡子后撤步跳投。撸到。单挑时间。对手没跟上。他要上篮了。他那个就是叫我吃他身位的意思啊！看他那个木鸭，好烦哦。好球！防守做得很好，小心！防守球员盯得很紧。有牛皮呀、啊，老哥！猎魔人帅吗？超丑！没有、啊，我说我觉得有更好看的造型啊。下档有他的那个工伤啊，不能乱讲。哇，那个木鸭，那个不是，我知道他要干嘛，来不及。没加速是真的头痛。变向晃开对手，进攻时间即将结束。哇，完了！球意识很棒，三分空档能不能进？投完了，对手没被晃倒。选择三分出手，时机还不错，拉开距离，节奏变换，后撤步。这次投篮主攻。好过，拆掉，碎啦。好。
哎，美国，我尽力而为了，再给个，结束。好，接下来换麦迪打啦。防守做得很好，防守还在跟前。Harden晃倒了对方球员。我没力啦。干，又不压 ，no， 好痛。防守球员盯得很紧。为什么要抓过来？他怕。三分投篮没有受到干扰。我挺好奇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我都撞不到他、啊？还是因为只有那个雷纳德有办法撞到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打，我不该打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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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严重刚好进两次，我他妈投剁给你啊！真的。好，以上是我们今天直播，也感谢各位接收看。那我是诺斯，我们就下次直播或影片再见了。那拜拜，晚安。